原标题：毛主席挪了一条线。中国扩张225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两个内蒙古。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1.8万公里海岸线和大约300万平方千米管辖的管辖海域的海陆大国。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和初期，我国海洋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，足足增长了225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两个内蒙古那么大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？这变化的背后是源自于毛主席的一个伟大决策。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兴，毛主席意识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院墙定清楚，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来保护我国的沿海人民和海洋资源，所以外国的船只都借机肆意往来，尤其是美国想要侵吞南海资源，所以钻法律上的空子，侵扰我们的后院，没有明确的领海范围规定的保护，导致外国对我们海洋资源的虎视眈眈，这对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为了把这个威胁扼杀，毛主席让周总理安排和中国法官米芷讨论关于领海范围的合理宽度，此后在北戴河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明确提出要有个较宽的领海。毛主席一直和专家们积极探讨，毛主席认为领海线还是要挪一下，要扩大一点才好，帝国主义不同意也不一定打得起来，所以还是要拼一拼的。考虑到我们海岸火炮的有效射程，最后定下来我们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。毛主席定的规矩一出，美国人就坐不住了，商量着这不符合国际法之类的，英国日本也随声附和，但他们知道战争爆发对他们自己也没好处，加上之前朝鲜战争被迫和解，他们也忌惮中国的军事力量，所以最后也只能是认可毛主席的这一规矩。自此以后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采用我们的12海里领海制度，这说明毛主席的这一决策是多么英明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